澳车北上的政策它推行了以后，我们就立刻办理了，所以是第一批就是办理可以进出关，然后现在是很方便，因为对于我自己来说，我本身就是每个星期都要到珠海、广州还有深圳这些地方去工作，所以呢对于我来说是相当的方便，而且节省了很多的成本。为保障单排车通关顺畅，港珠澳大桥海关强化科技赋能，升级优化一站式系统，对无异常且未布控的车辆，海关卡口验放时长不超过20秒。今后海关将持续加大智能化装备应用，强化监管，优化服务，着力提升旅客通关效率和体验，持续促进粤港澳三地深度融合和便捷往来。